Thank you. 点解你会喺嗰度嘅？你不嬲都唔中意听佢呢啲噶。错咗系噶，不过可能之前陪你听得多，听听下，我觉得几好听喎。咁啱咪附近咪睇下有冇飞埋。你咧？你之前系唔开心先上厅啫喎，唔系有嘢啊？呢排唔知做咩，冇乜心情啫嘛。 我想要杯咖啡外卖。好啊。Vince，Sunny。喂。咁啱嘅，又会喺度撞到你哋。 Mary， 你冇去到北京咩 ？Michael 自己一个人去啫嘛，个客佢见过几次，佢话一个人OK喎。佢冇同你讲咩？撞到朋友啊？呢个我 partner Michael 嘅老婆 Vince。 Hello。 呢个佢个 friend Sunny。 Hi，Sunny。 我男朋友啊 ，John。 咦，你唔系话睇但你嘅画展嘅咩？再唔行睇唔到噶啦喎。系喎，咁我哋行先啦。拜拜。拜拜。喂，得唔得啊？我点解好想食呢度嘅甜品啊？听讲唔好食。唔该。Thank you。 突然间你个心情又会好咗咁多嘅，有咩？冇啩，开心就得啦。仲有咁睇，你唔使再听 Ukulele 啦。咁又唔系喎，甜品照食 ，Ukulele 照听。下次再开 show 系咪你陪我睇先 ？OK。不过我谂要订订飞，如果唔系到时冇飞就弊啦。嗯。听 Miss 啊嘛。嗯。听 Miss 啊，唔该。 小生，你想买啲咩款式啊？我可以介绍俾你。我自己睇下先啦，有需要再叫你啊。唔该。好啊，慢慢睇啊。边时？咁啱嘅。系。拣衫俾 Michael 啊？嗯。睇嚟你好中意啲灰灰沉沉嘅嘢喎。 见啦，几钱 Michael 啊？佢不嬲都唔中意啲鲜色嘢嘅。咁品味嘅嘢咧会变噶嘛？都要睇下啲咩嘅？除咗品味会变之外咧，其实感情都会变噶。女人咧就中意保鲜，男人咧就中意新鲜。而家咩 年代啊？边有啲咩至死不渝、地老天荒嘅爱情噶？ 你话系咪咧？嗬？咦 ，Mary？Hi John，老公，Elsa， 你都喺度啊？咁啱嘅。咦 ，Mary？Hi John，老公，Elsa， 你都喺度啊？咁啱嘅。诶，上次咧去日本旅行，你咪话嗰个咖喱蛋包饭好好食嘅。 我學識咗整啦！呢個我 partner Michael 嘅老婆 Vince， 我男朋友阿 John， 揾日咧你嚟我屋企，我整俾你食啊！好喎，咁犀利嘅，阿 John 娶到你啊，真係幸福啊！佢成日都係咁講。好啦，老婆，我哋唔好阻住 Mary 啦。咁你打俾我老婆。嗯，好，我打俾你。再約，拜拜。 Vince， 得唔得閒啊？不如陪我飲杯嘢啊！ 需要我哋再嗌你啊！你唔系有嘢要问下我嘅咩？你一早知阿John有老婆噶，你唔觉得咁样好有问题嘅咩？有咩问题啊？我同阿 John 之间只系各取所需，我需要物质，佢需要慰藉。简单啲嚟讲，只系一场交易。至于爱情方面咯，我可以喺其他男人身上面攞噶嘛？
大家都是女人，你有冇考慮過佢老婆的感受啊？佢嘅感受？佢而家好開心喎，所以幾時都話咧，簡單嘅女人真係好有福氣㗎。而且呢啲成功男人背後又點可能得一個女人㗎？唉，做女人應該學識睇開啲。就算佢知道，只要佢肯隻眼開隻眼閉嘅話，都冇問題㗎。你是不是覺得做人小三很有挑戰性，還是很有成功感？可能兩樣都是呢。不過近排呢，我就真的好像對一個人，對一個有妇之夫動了真感情，好久沒有這種感覺了。你覺得怎樣？我生日那天 Michael 是不是跟你一起？這個問題你不是應該去問 Michael 的嗎？還是你怕他說出事實之後你接受不到？不如這樣，我幫你問一下。喂 Mary， 方不方便說兩句？ OK 啊，我現在跟我朋友在喝東西。今次單嘢有點阻滯，剛收到消息有人抬高價跟我們爭生意，有沒有想法？照去啊，我做人的宗旨就是，我得不到的事我是不会放手的。这单生意我怎都要得到为止。你有什么再打给我吧。我生了你了。阿通，阿通，放手！佢过到连警察都冇得做。